现在多大？现在四个。你看他抱的那个杠铃，抱的那个轮胎，这家伙，这是什么品种？嗯，两只东北虎，一只孟加拉虎。你神经啊你！嗯，好的，姐妹花四个月了，四个月了，送走干嘛？因为我们这边只适合养小婴儿、小崽、小婴儿、小崽，然后他们大了嘛，就肯定要送到别的地方去饲养了。好舍不得，我也很舍不得的。你看他在磨爪子，看到没有？跟他们玩，他们就疯。哎，的确是啊，的确是。你看，他还踹这个门，踹这个门，家伙。嗯。四个月的话40多斤了，他不让你走，你看我都要走，他就把这个门拦着，家伙。嗯，嘿，宝贝。咦，这家伙把门拦着，不让我走，哎，真的是还吃手，你还在这给我卖萌啊你啊！拦路虎，他就是拦路虎，胖死啊！你看你吃的这肚子哦，这么大。来，奶妈摸一下，奶妈摸一摸，哎呀，咯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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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大耳朵，这大耳朵，这大耳朵。大姐，大姐，你看什么？你逮谁咬谁？嗯，他们是东北虎啊，是东北虎。痒不痒？哇，他这样咬我膝盖，好痒啊！你看他那个爪子。对，东北虎是最大的老虎，最大的老虎啊。体型是最大的，你看它碰到我它是不会伸爪子的，好可爱，感情可好了。他们哎呀，下一秒说感情好，这一秒就开始锁喉了。翻车翻车，上一秒说感情好，下一秒就锁喉，又掐架了。嗯，这感情太 TM 好了。